Please, like. Share. Turn the bell on. And subscribe my YouTube channel. DJ, drop the beat. Hello, buddy. 荆棘回来完成帽子主体的部分。仍然是一样按部就班。先把图案压印到皮革表面上。然后用小型雕刻刀把深度线条画出来。之后便用各式印花工具把图案雕刻出所需的深度。印花工具在每次反复练习，自然便掌握到不同力道和角度的使用及效果。工具的形状及大小按着图案所需慢慢揣摩便可得到发挥。
连接位置的底部二层皮稍微磨薄一些，这样到最后打折的时候会比较容易些。缝好了线之后，把皮革配件反过来便可。
把皮革喷湿一点，让它软化，这样比较好塑形。皮革底层可多年表一层、二层皮，可使形状更为笔挺。接着便把其他皮革配件逐一完成好了。边缘接位的内层皮夹口尽量磨薄一些，也可使用削皮刀削薄。
喷笔上色的好处在于着色效果会较均匀，亦绝对不会有笔迹，无论是平涂或渐变色亦较好完成。强力胶水要等待它表面大概干六成以上，感觉没那么粘手，这样便可慢慢把接口位置粘贴起来。
先用零展定好打孔位置，按打孔位置用零钱开孔，可用钢锥或手缝棱锥开孔打穿内层皮革。
Thank you.